子宫癌案例后续追踪。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蛮成功的案例。他是子宫癌，那时候我接的时候是整个腹部肿瘤哈，他觉得都绷紧了，对，整个腹部都胀痛，从这里胀痛到胃来，然后后面也是腰酸背痛。对，但是我发现他们蛮有福报的。第一天检查完，第二天就赶紧过来，所以几乎没有破坏，能够不被西医打败，我认为很难。每次一压，他每一个点都痛，但压完他马上就舒服，那当下他感觉腹部就松软，好，那松软之后他还会崩回来啊。接下来就是他老公的事，他在按推的时候，他都会有组织液，我只要按压。那我说一般肿瘤会消，一般常常会流血液啊、组织液啊，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个是正常的，一定要运动。对，等于这一套是按完很舒服，结果他按完变很累，那代表了手法有问题，还有热源的使用也有问题。说话如果出了问题会怎样呢？按推下来，患者会因为痛而消耗很多热能，然后消耗热能之后，他就会疲惫。经过我这样调整一下，也就是叫他们一定要过来，不要再由他家属自己按，因为这样会出问题。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先生手法，他先生手法确实比较属于粗暴型的，然后揉的时间又长，每次帮他按都按有半个小时，他按下来就冷冷虚，虚到也不想讲话，甚至吃不下饭，甚至有时候脸色都苍白。然后这样一个礼拜后，本来好好的来，体力就变差了。所以我特别看这情形，我说如果这样再继续揉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才叫他太太，如果可以的话，他先生手法还没有很稳定下来，有进步的时候，他还是应该来基金会寻求协助了。等他先生可以的时候，再给他先生。他现在的子宫癌一开始来的时候，整个腹部是僵硬的，现在已经变松软，所以我才说他症状是改善，但因为在按推的过程中消耗太多热能，体力太虚了。是这个问题。偶尔这个还会有一点痛，一点点。腹部是吗？对呀、我等一下帮你再查看看。是子之翼都没有了。都很久没有。子之翼没有了。很久了。没有了。差不多八个月以后都很正常。你留了八个。留了八个月，以后都正常，都很正常。那以后就正常了。对，现在都没有了。那你第一次来，我看是2019年7月9号，对。那现在是2010年，一年多了。对对对。一年，现在11月，一年4个月。对，八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不正常。一年四个，那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不流了。不流了，没有流了。那这个真的就算正常了。对对。以前流都不敢出门。如果我有流，整间都很臭，体内排除出来没有一样是不臭的。对，汗也有汗臭味。对对对，他一直流，那一下子就流很多。是是，其实那时候是在修复。对对，你现在对啊，因为暗，然后又有温敷，然后它体内的这些脏东西啊，慢慢排除出来。因为你还有肿瘤的问题嘛，那这样就应该会比较缓和下来。对对，肚子都消下去了，肚子都消了。对，下去。我去摸，也没有摸到那个。那你还有帮他按吗？有，现在每天都有。每天啊？那现在这个腹胀说偶尔会而已，那其他都恢复正常生活了，是吧？有时候这个头会痛一点。头有时候会痛。好，等一下，你也按给我看。
啊，我再来帮你修正啊。哦，以前哦，只是一直留的时候，很难受，一直想说，这个要留多久啊？要不能去把它割掉。哦，割了你就会后悔，我跟你讲。对啊，来这里都雅琴他们都给我说忍耐啦。哦，是。叫我再忍耐。啊，结果八个月，那个通了没有？没有，就没有。八个月。哦，八个月哈、哦，对，因为你以前有讲说重症是六个月，但是我太太已经八个月就完全以之前那个才组织都没有了，才解除，对啊，组织率就都没有了，都很干净，都没有了。你其实哈、哦，说实在不算好处理，为什么？你看中间还有对，吃不下饭，然后还有体力变得很差，对，因为刚刚遇到这个冬天比较冷。像感冒，那时候你最严重是感冒。对，那时候情况算有一点下降，那个也算是蛮严重。那时候想说，我可能活不过过年。哦，那时候刚刚你有悲观的想法。对啊，我说哦，可能活不过过年了。结果还是活过来，每天都有去爬山呐、啊。哦，每天啊。对呀、啊，每天没有礼拜六、礼拜天。自从四月是四个月没有留了。到疫情到现在，几乎有空都到去爬山。都去爬山。哦、对。现在我们是正常在爬山。然后爬多久？你差不多一个多钟头了。哦，每次都爬一个多钟头，对，一个多钟头。哦，那你们这样能坚持很好啊。那还有什么特别加强的？除了运动以外？你说你是有那个电毯啦，那个电毯，我那有电毯，我有每天是吗？我每天到晚上都，我现在还在是一样去，都有。哦，这一点也做到位。对，天天都有，那现在都有那个电热毯。啊，早晨最近比较没有，像以前好像天天都有，有时候隔天呐，在我们每天早晚都有温敷，要红烧在温敷。那现在冬天有加强吗？有啊，冬天老都睡那个。电毯，对对对，啊，室内有电热器这些吗？那个我有买了红豆袋嘛，就是早上有温度，晚上的温度。有一块那个这样小块的哦，看电视了就把它提在哦，随时都有在用。有。那饮食有没有特别加强？饮食都还就是有。调味料知道要吃辣椒，有、哦，这个都有加了，有稍微改变。还有姜粉，姜粉都，每天都吃，没有，哦，没有间断，没有都没有。哦，这样好，哇。哦，姜粉都早晚一定吃两汤匙。哦，好，那等于平常已经都有在加强，对，等于内外热饮，然后又加强运动，对，然后现在因为。这个没有流了，心情也比较好了，对不对？对，不会有困难。他就是爬山，这个会不舒服吧？这个会膝盖是吗？对呀、啊，膝盖是臀部的问题。我建议哈、哦，有时候也可以哈、哦，加强爬楼，然后一步两阶。你爬山是一步一阶是吧？我本来都慢上去的。本来都有，后来没有办法。我建议哈、哦，爬慢一点，啊，一步两阶。为什么？把臀部的筋拉开，那这样你膝盖就不会痛。爬山膝盖会痛，不是因为这里磨损，很多人说这里磨损，不是的。是因为臀部的筋拉筋，对啊，因为你本来臀部，我以前帮你按过，臀部本来就有问题，所以你今天要加强的，腹部也是要按臀部跟肩椎，好、哦，等一下再帮你按看，啊，先你按给我们看，好不好？对，哦，那时候刚好是感冒，要一个天气，啊，就暴瘦啊，对啊，又暴瘦，那个是很紧急的，对啊，然后我们也熬过来了，后来你说。我不行，要一个礼拜来三天。对，那时候还特别叫你加强。对啊，加强要一个礼拜来三天。那我们的志工，我发现他们也蛮，就是跟都很关心，都很关心。对，哦，这个子宫癌的案例，哦，那个已经持续追踪了一年多啊，哦，那他应该是在啊2020年七月来。当时候检查的时候，啊，他已经就是很严重，整个腹部都是硬的，啊，硬还有胀痛，啊，腰酸背痛，
那西医当下就叫他不能出院了，要准备手术。那患者还是有一点担心，而且他先生又懂得经过延时点，所以就坚持还是出院。那整个过程中大家也看到了，就是他之前来的时候情况很严重，我帮他按后面大开关，也就是脊椎两侧还有荐椎臀部延时点，按完腹部虽然改善但还是蛮硬的，所以我就接着按他腹部的一些患处找压痛点，确实都每一处按他都会感觉很痛。好，那是去年的事啊。那因为整个情况到了天气变冷的时候加上他先生按推手法还没有学成，所以每次帮他按大家视频也看到，就是按到他有时候脸色苍白啊，体力又变更差，然后又吃不下，所以整个人又暴瘦，整个情况在去年算是蛮危急的啊。那时候我建议他不能只有一个礼拜来一次啊，那他们就密集的一个礼拜都有来三次啊。那志工就帮教他先生怎么按推，然后也帮患者处理。但比较困扰的就是他那个组织每次按都会流很多整个屋子都会很臭就如同视频这位患者讲的这样那我们志工还是很有耐心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这个过程流组织液的过程比我书上他说写的还要长，因为我说最严重3到6个月嘛，然后他是到第8个月才真正完全不再流了那没有流了，患者心情也变得比较好，然后他们也就是照我们的安排就是叫他一定要运动啊，饮食改善啊然后种种他都有尽力做到。那这一次来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来，那久久来一次，那他知道我刚好礼拜天有执勤那他们就特别拨空这一次再看到他整个气色还有身体都变好很多了。那他现在有的毛病都是小毛病，有时候腹部也不再胀坚硬了，就是偶尔会胀的那有时候会腰酸还有头痛那这些都不严重，所以当下我也有帮他处理，处理完我这一次只按大开关，也就是他腹胀对过来就是下背部的脊椎两侧还有臀部帮他按完，他整个下腹部整个就舒服了，那头痛也是按头部延时点。所以从这个案例我的建议是，一般如果患者已经就是情况蛮严重，第一个大开关一定要按，除非按完他腹部还很坚硬胀痛才要再换处再找小开关，要不然尽量就是以大开关为主那我发现最近我们的志工也很多都会按完即便已经有改善了还是会去按小开关，我认为大开关如果解决了有立刻改善，不一定要再按患处痛点，甚至根本就不用按也可以这一点跟去年我的体悟是有一点强烈感觉上这一点跟我现在的理解是有稍微不一样，也就是以前我按完大部分看
如果有必要，我还是会在患处再压一压。现在我几乎很少在患处找，哦，患处痛点。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找呢？除非他有硬结、肿瘤、肿块，哦，他就是肿瘤，哦，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患者，一般我就不会特别去在患处按压，啊，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啊，就是，啊，了解整个过程，啊，有时候书本上写的最严重3到6个月，但中间过程中，包括，啊，家属按推不到位，啊，还有患者的饮食，啊，还有感冒种种情况。有时候病情有时候会拉长，我们书本上虽然写的是3到6个月，那这个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关系，有时候也会拖到更后面。那这时候一定要给患者信心了，还有志工，我认为这一次表现得很好，他们就是叫他一定要过来，然后患者最后也都这样配合。虽然中间当然信心有一点动摇，但总体来看他还是坚持下来了。那最后8个月后整个就拨云见日，整个就明朗化了，所以整个他的情况就开始好转。那现在我看他气色很好，哎呀，他每天也都去爬山，应该这个案例还蛮好的。也就是一个子宫颈癌已经蛮严重的患者，到现在几乎已经都完全恢复了。好，那这个案例我就补充到这里。